又掉了一拍，对呀，好球。范峰不急于下手，分成四个级别进行比赛。好球！哦，好球！李伦大补补。好球！好球！反击一方面意识很强，而且出去的球也不错。好球！上这个节拍，一般来说失误比较多的原因也会是因为这个体能和这个精力的下降，都会影响到这个场上的一些失误。两个过渡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裴敏毅和李永波曾经是20年前的一对世界上顶尖的男双组合。一项。在精力方面，在体能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，这样也会影响到他在防守当中的一些正常实力。好球！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能力去转变？对对对。这球好球，漂亮！挑起高球，霍海峰先劈掉，再掉一拍，寻找更好的位置突击，漂亮！球在落点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加强。如果回过去的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，创造机会，可惜不太想起个球让对方来进攻，所以这几个球我们都显得看到就在放网前的比较多。我得踢掉电，反拍过度抓这个位，哎呀！快锋在这个决胜局的开局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，还是平抽放网，
机会。林大强。不错，中国队先攻，轮转漂亮，非常流畅。好球！变化，对方又怎么来适应？对对。这球反映了郑在成的这种防守能力。哦，滚网。最后还是李龙大在这个拼了，刚才的一个球，李龙大连续攻，两个人转过来，发球的质量不太好，还是先来考验他们在这个前半场的能力。放半场，放网，偷对角，再挡网，坏风防得不错，不给对方高球。哇，半场又掉了一拍，回压，好球！还是平抽放网，往前封住，机会。我们的下下云破坏一下对方的节奏。放半场，连续杀，对方顶出了底线。蔡云海峰二。